杏鲍菇炸的酥黄，令人食指大动。炎炎夏日，不仅要开胃，瞧这四神汤有玄机。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，大家都是落雨落个足多哈。我今天就煮了四神汤，四神汤也薏仁呐，它会就是排除我们里面人体的湿气。 精心准备餐点，水果也要挑剔。迎接祈福会，高雄金丝堂一大早就热闹滚滚，五六十个人要准备1000多个便当，个个手没停过。我等于是说被上人回收来的，因为退休了没事做，啊刚好进来吃祭，生的最后阶段能够这样子做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 又非常非常的欢喜，能付出就是福，菜色多样，每一道都蕴含志工满满的祝福跟期待。也许有些人不是全素嘛，那他们觉得说，素食也可以这么好吃，然后，应该他们会觉得说，这个金丝堂好温暖。祈福会净化人心，香气志工也要用美味的素食净化他们的身体，长养慈悲。大爱新闻派郑瑞平高雄报道。